我上去啊，对，游客上去啊，你上去，然后就是每一个有个蓝门酒，你要喝12道蓝门酒，然后上去。哦，那他们呢？我们一会儿就上去，等你们上去了，我们就上去。12道蓝门酒完了，他们就开始表演了。嗯、OK， 我没错过什么吧？没错过什么？没错过什么？没错过什么？没喝酒啊？ Okay、你还没喝酒，这是第一道。哦，这是第一杯。对，这还有酒。有酒、啊。这干净吗？是所有人都这么喝？干净的。那我看一下啊。我以为你要全压给我。没有。我亏了没有开车。这是第二道是吗？好。没酒了。没酒了。OK。这是第三道啊。哦，谢谢，我，谢谢 ，OK。12道狼米酒，哇！哎呀，这个也没有了。那我这还有，好，谢谢。干杯啊！哎，我不用，谢谢。谢谢。这也是，哇，谢谢。他们在上面站着干嘛呀？我在卖的，这个不行啊。OK， 12道狼米酒，快看，这个也没有了。哎呀，就第一杯差点给我灌晕了，我觉得。哎呀，啊，是啊。我起来又出来了，我再出来转一圈，还是毛毛雨，下一点毛毛雨。都是村长那么 low。宝芝书农家乐。哦。哦，我看到这个杨大六故居了，这上面还有一个体验坊，然后我们去看一下杨大六的生平。我确实我在此之前我没有听说过这个人。杨大六是，看一下他的生平啊。他是中国苗族历史上最大苗民起义，苗族衔统大起义的主要将领，是哪一年呢？同治11年，受不了官家剥削和压迫，掀起历时18年的苗族衔统大起义，可以的。免费开放的这种是，看一下，这就是官逼民反吗？
官逼民反的典型例子。但是你清朝灭亡了以后，你是民族英雄，对吗？同样的话可以反着说，如果清朝没灭的话，那你就是嗯，你们自己想去吧。云雾缭绕的远处的山，然后这边的民居，这也是一个新建的，就是民宿。这边走到头了，然后现在往回走，我现在要去找那口古井。
这个人家的门上都贴着长期务工啊，长期外出务工，家里没有人，然后有事情就给打电话。古井的箭头往上指，走，因为时间比较早嘛，现在还不到早上八点。那个，那个故居的那个门上没开门，你看免费讲解参观时间是上午八点半，然后到下午五点半。我现在比如到一些博物馆啊、展览馆啊，我主要是走马观花看一下，因为除了拍摄，我记不住这么些内容，说完就忘，所以说就走个过场。这个快看这个青石台，哇、哦、这种就很有年代感，因为你在城市里面待久了，你出来以后你就感觉特别新鲜。然后比如说经常坐办公室啊那种，在一个狭小空间里的话，你出来转一转，这个体验感是非常的不一样的。那我这样的话，我现在在个半山腰上，往下能够俯瞰到前面寨子的情形，再往里面走，再到那边那个位置就到头了，基本上这边就看不见了啊。然后我就可以往回走了。还是下了一点雨，没有昨天晚上下的大。然后咱们就我先去看完古井吧，看完古井然后咱们就去下寨转一转进发。因为这边昨天我查了一下，哦，它附近还有几个苗寨，相隔的都不算远，一会儿把他们一并转了，中午再赶回来看那个他这边的表演。或许啊，我是说或许，因为表演我还没看。他那个门票价一多半都体现在那个表演上，剩下的让你过来观感一下他这边的居住环境也有可能。所以我先保留意见吧。我现在好了，已经到了这个古井的这个，他已经有牌子了啊。那是从山上流下来的水，古井在哪里啊？哦，那个确实是叫祭祀台，昨天我看到那个表演场，对。朗德新村我去过了，朗德新村没什么东西。博物馆我还没去，南大六故居刚才去过了，那就这样。这是已经到门口了，这边是下寨子的门。那这就是古井吗？我现在眼前就是，我想，它跟我想象的那个井你呈现的方式不太一样啊。从这里来的吗？我还是那这样，我还是到顶上去看一眼。哦，
还是到那个水流下来的方向去看一眼吧。上面又一户人家啊。没有，我已经上来了，但是我觉得我可能找不到源头，因为我不准备在这个小雨的天气里面上去爬一下小野山。这是我眼前对面的景象，他们还在这边伐木吧。那个位置是水流下来的方向，但是我应该不能上去看源头，我也没有。跟我想象的古井不太一样。哦，这边还有一个有意思，就是他们架起的这个大锅，烧火做饭的大锅。自己家用水很方便啊，这边应该都是山泉水，很健康。这鸡也不怕人，这是家养的。我不太懂啊，这是那种野鸡吗？就是应该是家养的那种野鸡吗？哦，走了。昨天一进来，一下车的时候，在大门口看到了一个立着的国家地理的牌子，那种感觉，来对了的感觉突然就涌现出来了。但是说实话，你如果不考虑它是一个景点的因素的话，你会感觉莱朗德这边的实际感觉还是很好的。之后我看到这些河边上都有很多来钓鱼的，特别适合野钓。然后我向我正前方望过去的话，那边就是下寨，也是建在这个半山腰上。走，咱们再继续往前走。前面是到了他们自己种的菜园子了，对，是菜园子。哦，我知道了，这条路是不是在寨子里面的？这条路，刚才我看到那条路是。就是我昨天来的那条路，
哦，特别漂亮。就是因为下雨下的这个路不太好走，脚下的路不太好走，从这边往那边溜达一下，然后咱们就去。前面就和这个河融为一体了，在正前方这个方向。OK， 十万大山。哦，我已经看到，这就是下面就是基刀，这个底下的小桥就叫，刚才牌子上写的叫基刀小桥。我现在离它那个入口处大约还有400多米的位置吧。哦，是沿着这个 G243 国道嘛，在这个路边上走到纪刀苗寨。从那个起点是刚才的下寨，朗德下寨，走到纪刀苗寨的路程是1.7公里，然后快一点的话20分钟能走到，但是我没有看到有小路过去，走路的话我只能走这条国道，这边来回跑的都是大车，速度都很快。啊，速度非常快。然后我尽量快一点走。哎呀，哎，好了，我已经看到它了，入口处。但这一路真的是不太好走，因为过往的车速都太快了。纪刀苗寨看到了吗？它的这个木质的大门楼啊，这边的墙壁的石刻画，哇，远处的云山已经站到了纪刀苗寨的入口处了，然后我准备从，应该是从前面吗下去。对，我从这个大门往里走以后，我没发现路啊，种的一块地，然后真正的寨子在对面，我手指的这个方向。然后我沿途我过来的时候，我看到有桥，但是我下不到桥那个方向，下不到桥那个位置去。然后这个
我现在在河的对岸，我看看怎么能过去啊。我现在已经进到这个祭刀苗寨这里面了，然后穿过了他那个还未建成的在建的桥，然后这边也是不是特别古香古色的，你看混凝土的房子，在建的房子也是很难找了。我觉得开车能看到一些，你如果是自己坐公共交通想深入进来，特别是又没有很多时间的话，你很难去深入它的腹地去了解。摄像头，这里面也都是摄像头，好吧。这个祭刀的话，我现在目之所及，它分两边，这一块，然后从那个桥过来以后，这个往左有一片，往右边那个就是到我路过的时候，那个浮木桥的时候，那边还有一片。我是来的左手边的这一片，但这个寨子一看就没有商业化，还都是本地人在这居住的。房木的材料，老房子。嘿，我怎么感觉这边的老房子是正经老房子呢？石板路，它这写的什么？看房联系。哇，快看啊，凯里。哦，好，这是商品房，好吧。这上面最里面那家应该也是个民宿吧。这是。走，咱们往里面去看一下。一个老婆婆，我来的时候问她路，她用普通话回答我说她听不懂。他们在插秧，看他们在插秧。你就是比如说坐车呀，或者开车也好，不管是坐火车还是开车走高速，然后你看到一路上的，他们种的稻田呀，然后你没有机会就是真正的走下来去看一看，但是来到这个地方，你就是能够亲身的过来感受一下。刚发出的绿苗，哇，下面是散养的鸡，特别美，这寨子特别美。就自己家都是这些格都是自己家挨个画的地啊。咱们再回到那个这个巷子里面去吧。然后我现在要准备往回走了，因为时间的原因，我还要回去看演出，他那个苗族的表演。这个
蓟刀还有南花离着朗德都很近，他们属于都是一块儿。但是呢，你比如说我这个走过来的话，沿路蓟刀是2公里吧，2公里不到的样子。但是南花就要远一些，南花的话可能要4公里多。然后如果行程赶的话，它就有点来不及，就像我今天这样。哦，这边挺有感觉的，这个民房。真正你来到国内，很多山上建的房子大约都是这么一个呈现，它只能依托地形建嘛。信用户为什么这个农村信用社贴了这么多信用户的这个牌子钉人家门上呢？我决定我应该上到半山腰的位置就下来，或者是说如果那边有道通下去的话，我现在就要往回折返了。他们很多就是后面是房子，然后前面就是自己家的地，自己家留着一小块菜地。走啊，铺装的水泥路面，这就是原来贵州的十万大山。没有游客，就我目前现在这个时候没有游客。啊，家家养的鸡，我早上就是让这鸡给我叫起来了。哎呀，我快走吧，这个行程速度有可能赶不上，我还怕在里面迷路。我觉得应该是往我正下方的方向能够出去，那边也有。我算了，我还走上面吧。我看上面有一个水泥道能下去。刚才我从交叉口的时候过来的时候，就现在来说，我不敢说我看到了蓟刀苗寨的全貌，因为我只来了一半儿。这有一个超市。你好，前面能出去吗？啊，前面能出去吗？能出去。哦，能走路。好，谢谢。对，应该是下到我刚来的那个位置，现在要往回赶了。
这边还挺好，这边他还不管你自己烧柴。我们这个随处可见这个村民自己家堆的柴火。哇，这个